赵匡胤被困寿州，里无粮草，外无兵救，数年有余，粮草断绝。一会儿赵匡胤三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得四肢无力，眼前发黑，眼看要饿昏过去。突然面前出现两个人，一个是军士苗从善，还有一位老者，有六旬开外，花白头发，高挽牛心发髻，黑红面皮，三绺长髯，面带忠厚，身穿深蓝色短衫，青中间打着补丁，白袜青鞋，左胳膊上挎个竹篮子，上边蒙着一块白布，右手心儿托着一物，这个东西啊，有茶碗口大，是个圆饼，是用了熟米做的，加点油，一块面饼，还弄了几个花纹。这个面饼一递过来，赵匡胤是觉得油香扑鼻，多日没闻着这股味儿了。哎呀，这么香啊！香的从鼻子一直在肚子里转仨圈，哎呦，这嘴就扒得开了。这股味儿比在汴梁宫中御宴上点心还香。赵匡胤馋的伸手就撞，抓到手里，张嘴就要咬。他想吃，没吃，正在要尝尝的时候，突然，噔噔噔，从旁边过来两个小男孩，光着屁股。这两个孩子瘦的皮包着骨头，两根大筋挑着脑袋，两个眼睛又大又圆，无神地看着赵匡胤，把小手伸出来了，太可怜了。小手瘦的像鸡爪子似的，又脏又黑，那意思啊，给一点吧，我饿坏了。他看着赵匡胤的油饼，想抢不敢，伸着小手来和人家要。赵匡胤一看呢，心里难过了，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忙生忙长的时候，不吃东西哪行啊，这块饼我吃下能多挺一天，可是孩子怎么办？别吃了。他把一块饼啊一撕两半，递在两个孩子小手里。哎呀，两个孩子乐的扑通给赵匡胤磕个响头，拿起来放在嘴里，小一口吞下去，又拿出来了，只是咬了一小口，转身就走。嗯，赵匡胤想，哎，这孩子饿得这样，怎么不吃了？哎，你们回来，吃下去，吃下去。孩子摇摇头，不，不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给奶奶送去，奶奶饿得不会动了。说完，孩子拿着油饼跑远了。赵匡胤见状，心想遭弯的一样，他都忘了饿了。此时军士过来了，万岁呀，别难过，这位老丈有粮食。他知道万岁挨饿，心中不忍，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碾碎了，连夜做成点心送给您，料表寸心。主公快用下去吧。那老者把竹篮子的白布打开，里边还有五块。在挨饿的年月，一个大饼子能换个媳妇，一个大饼子能换多少个金戒指，这五块点心就能多活个十天八天，那是宝贝，那是命啊。赵匡胤馋得了不得，还是不忍心吃，冲着老者说，老丈，你自己留用吧。我定过了。军师你吃一块。我也吃过了，那这就给营中的几员战将他们用吧，他们得出去打仗了。不，这就是特意给你做的，你饿得直打晃，吃一块就有价吧。好好。赵匡胤也顾不得自己是皇上讲什么排场了，讲体面了，别饿死就行了，站在大街上抓起面饼往嘴里就送了，一口
咬着霸掌，两口一个钢叉，第三口都进去了。两块面饼啊，没用两秒钟都进肚了。赵红英还想吃，苗从善拦住了，万岁，不宜多吃，肚子里没东西，一次吃多了，把胃口吃坏了就不合适了，留下顿吧。好。赵红英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把手放下了。这两块东西进肚啊，心里好受多喽，四肢也有点劲儿了。哎呀，这是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他这才想起来了，哎，这个是干什么的？他转身问了老者：“老张，你这颗点心可救了孤王的驾了。”哎呀，有驾了，不知此物叫何名？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嘿嘿，万岁，小老儿在点心铺当过伙计。善会做面食，刚才这个东西啊，老头心里合计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面饼加点油，没名啊。可是皇上问了，没名也得起个名啊，叫什么名好呢？哎，他忽然想起来，赵匡胤方才说救了姑的驾了，哎，有了，哎，万岁，此物叫大救驾。哎呀呀，这名字太好了！好好好，大救驾。从此这种圆饼就叫大救驾了。现在您要到安徽寿县去，街上卖的当地特产就叫大救驾。不过今天的大救驾比赵匡胤当年吃那大救驾高级多喽，又酥又甜还不腻，叫人吃不够啊！不信呢？不信好看呢？你买张火车票去一趟，到寿县尝尝赵匡胤当年是大救驾呀。不过车费可得你自己花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赵匡胤吃完了，才想起问老丈贵姓啊。老人看了看赵匡胤，并未正面回答。万岁呀，都说您至圣至明，礼贤下士，小老儿不信，今日见面方知名副其实，冲你刚才给那两个孩子大救驾吃，是爱民如子，有道明君。您缺多少粮食啊？我都包着了，供你们吃几年。啊！赵匡胤听这话不敢相信，上下打量老人。恩公，此话当真吗？小老儿哪敢和万岁说谎啊！哎呀呀，老恩公，我谢谢你了。赵匡胤握住老人双手，泪如雨下。苗从善说：“万岁，此地非讲话之处，快到里边谈吧。”说完，君臣进了行宫，来到书房。赵匡胤落座，有人给倒上一杯白水。尊兄，这位老人是谁？你从哪儿把老人请来的？苗从善笑而不答。书中交代，军中无粮，人心惶惶，苗从善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每天都在大街之上东游西逛。他可不是散心游玩呐，而是视察民情，想发筹粮。他黑夜白天呢，不停地转，寿州城大街小巷他都走遍了，家家断去炊烟，有钱的人家也把佣人长工老妈子丫鬟呢全部辞退，生怕多个人多张嘴。他发现唯有在城西北角三间土坯房，这个房子特别破，可是一天两遍炊烟不断。这家的人呐，满面红光，没有饥饿神态。苗族善觉得十分奇怪，他一连观察五天，看清楚了，这叫一位老人，衣服褴褛，脸色好看，经常拿出小盆盛着稀饭周济周围的穷孩子。哎呀，这是个穷苦人家呀，为什么没断粮呢？他家的粮食在哪儿呢？苗从善百思不解，常言道，要知心服事，
单听背后言，这天晚上他乔装改扮成老百姓的模样，在窗外偷听，就听屋里啊有个女人说话：“爹呀，你就说吧，看城中百姓这多可怜呐、啊！”“不行，我怕烧香引来鬼，叫赵匡胤知道地方，他把粮食都弄走，那些当官的当兵的吃饱了打仗更有劲了，这仗啊不定打多少年呢。”“爹，你要是盼着天杀太平，这仗总得打呀。都说赵匡胤是好皇上，他的兵将不抢不夺，不能看着他们都饿死啊，咱就积攒军功呗。”“嗯，我还得看看。”苗同善在窗外听了这番话，心中高兴，不用问，老人手里有粮食不敢献出来，嗯，这数字还不能小着呢。当天晚上回去，他没敢和别人讲，等到了第二天来到老人门前，等着老者出门的时候故意上前说话，宣传赵匡胤是有道明君，兴兵伐南唐，顺天应人，三说两说。哎，这老人呐说活心了。老人说：“哎，先生啊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。你说赵匡胤怎么好啊？我没看见，我呀得看看。”苗同善着急呀、啊，老上，万岁三天没吃一口东西，快饿死了，你不能看着呀，你赶快去救驾呀。”老者说：“我去救驾，我可告诉你，我可不为官啊，叫我当我也不当，无官一身轻。但有一样，他是有道明君呢，我得帮个忙。要是残暴昏君，我不管，宁可死在他身旁，我呀也不能管他的闲事。听人劝，吃饱饭，听你的。你等着。”就这么，他做了六个面饼，用竹篮子装着，临走的时候嘱咐他的女儿：“你们在家听信儿，我要回不来了，你们别难过，该着我死啊。”苗松山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有我呢。”老人闻听一愣：“你是谁呀？”“我叫苗从善。”啊，你是赵匡胤的军师？”哎，正是。”好啊，我上你当了。”哎，老人家，什么叫上当啊？你和你女儿议论粮食的事儿，我早就听见了。要是别的皇上，早把你抓去拷打了。你不说能行吗？我是劝你，你试探赵匡胤好坏。”我也同意。太平年间呢、啊，看不出君主好坏，到了这阵儿，看他如何。我帮你，你也帮我去试探万岁。他要是昏庸寡德，我也不保他。好，我信着你了。就这么，两个人来见赵匡胤，才发生了刚才那段事儿。老人见到赵匡胤深受感动：“万岁，小民有蒙君之罪，罪该万死。”“老人家何罪之有啊？是孤王连累你们。”万岁呀、啊，本不该叫你们挨饿，有很多粮食我没说呀，今天泄露军机。”我都说了嘛，小人是本地人，是个土木工匠，十年前南唐逃亡李景要兵吞各国，独霸中原。他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在寿州啊修个地下粮仓，由寿州大帅刘仁瞻监工。小老儿被招去修粮仓，扶摇役的当时啊有数百人，大兴土木，工程浩大，白天呢不敢动，得半夜干活。这个粮仓啊是修在寿州城外，进口在城里，整修了一年半，大功告成。刘仁瞻下命令，让当兵的把修建粮仓的人呢、一律杀死，还怕走漏风声，刘仁瞻又把当兵的杀掉。其他官员只知道寿州有粮仓，可找不到地方。后来刘仁瞻也死了，时过境迁，此时寿州人都不知道。
在他们杀人的前三天，小老儿接到家书，说我的女儿要生孩子，我就偷偷的离开新屋建故地，出来以后呢又不敢回去了，怕被杀死，就躲起来了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修粮仓的人全部被杀，一个也没出来，出入口封死了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远遁他乡，在外边过了七年，一看风平浪静才回归故土。所以寿州百姓啊，恨怨豪王李璟。现在虽然换了皇上，小老儿也不敢住在城内啊，在城关40里地的村子里。这次万岁打寿州，小老儿想念女儿，怕她出闪错，才回城里。刚住下不久，万岁被困在城内，哎呀，我也就没回去。本应我早就献粮食，小老儿愚昧无知，恨官府没有说。这几年亲眼见到万族和金族忍饥挨饿，没有骚扰百姓，公买公卖，丝毫不犯，感动小老儿，愿意为你们带路，取出粮食以救生灵。赵匡胤惊急若狂，忙问粮食在何处。哦，要把三皇庙大殿神台打开，再取出青板石，就是粮仓的仓门，那里的粮食啊，够咱们城里的军民呐、吃好几年呐。哦，赵匡胤听了这话，真像久旱禾苗盼来甘露，斗大明珠落在掌中，急忙欠身离座，大礼参拜。老人家，你是我赵匡胤和城中军民的救命恩公，恩公在上，受匡胤一拜。老人听了这话，扑通就跪下了。万岁啊，我是个老百姓，怎么担得起万岁大礼哟，折了小老儿的寿禄喽。哎，老人家快请起请起。说罢二次坐好。老人家贵姓啊？小老儿福姓公孙，单字名良啊。万岁，何时开仓取粮，我给你们带路，里边啊有机关过门，消些埋伏，十分危险，我愿意带路取粮。好，多谢恩公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开仓。随后赵匡胤叫高怀亮派几名将官集合军卒，随公孙良来到三皇庙，按照老人指点，很顺利地打开了粮仓。人们看见粮食啊，欢呼跳跃，有的捧起带皮的谷物往嘴里就放，有的饿得都走不动了，趴在粮食堆上傻笑。军卒用筐抬，担子挑，黑白天运粮食络绎不绝。老百姓按人口给分粮，富户的粮账全部还齐，加倍奉还的。军卒又能吃饱饭，万分感激寿州百姓，特别是公孙良老人。简短别说，赵匡胤君臣又被困四年，前后可就是六年了。这几年有缺粮又少盐，人不吃盐四肢无力，伤口没盐也打不起精神，为了弄到一点盐，常常偷袭南唐营，死伤很多人。六年中多次交战，宋营屡打败仗，派人闯营也闯不出去，不是死就是伤。当初进寿州的20万人，现在呀、不到15万了，没有兵源补充不上啊。这几年老将军鬓边添了白发，脸上多了皱纹，年纪大的体力不佳，青壮年现在成了中年老年，一个个思乡心切，想念亲人，军心浮动，一片凄凉。可是想出寿州是比登天还难。赵匡胤心中烦躁，屈指一算，离京城出征已经7个年头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二弟赵光义不派援兵，大概光义不知道我们被困吧，谁能送个信儿呢？现在军无斗志，守在城里是耗心血劳神思，不定哪天城池被攻破，君臣都得成为阶下囚。又想起高怀德、呼延凤在敌营6年生死未卜，都是我无能啊。
这个叫马可相引长江水，人到难处想宾朋。赵匡胤这阵是胡思乱想了。想当初柴荣、郑子明三友结拜，三弟郑子明勇猛过人，要有三弟哪怕敌兵困城，他永不可挡，可闯人搬兵啊。倒是我一时糊涂，信任韩素梅，酒后无德，错杀郑子明，都怪我呀。又因为我疼三弟，酒后无德，贬了苗光义，眼前若有他在，不能在寿州被困这么多年。这文武二臣不在，高怀德又被困，我如断线的风筝，心神不定，眼下又缺粮断草，真是要我的命啊。想着这儿，他掩面大哭。他这一哭啊，惊动两个人，谁呢？尊使苗崇善和石守信两个人进来了。俩人劝吧，万岁呀、啊、别难过了，眼下想办法搬兵求救，离开寿州啊。赵匡胤没好气地说，哼，六年来都没办法，现在你有什么主意？苗崇善说，京城至今未来救兵，想必是一次并肩亡，不值得我们一难，还得派大将闯营搬兵啊。派了好多人闯营，全是有去无回，不是死就是伤，还有谁能行呢？赵匡胤话音刚落，有人答道，万岁，小人愿往。说着吧，门帘一挑，冯茂乐乐呵呵进来了。万岁，你得给您问好。哎，我进京行不行啊？赵匡胤没说话，回头看看苗崇善，意思是说冯茂闯营行不行。苗崇善摆摆手，不行，冯将军本领虽强，但是不能进京，因为你没在京城为官，朝中大臣不认识你。你又是个孩子相貌，怕人家不相信，空去白回呀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看我个子矮嫌我矬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不是。苗崇善嘴里说，心里琢磨，冯景川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万一出闪破，于心不忍。另外冯茂长得这么矮，谁也不拿他当大人，叫他去准入室。冯茂这个人呢、啊、好强心盛。万岁啊，我非去不可，你叫我去我也得去，不让我去我也得去，你到底看看冯茂是不是大将之才。赵匡胤也为难了，石守信在一旁忙说，万岁啊，还是老臣闯营回汴梁搬兵，叫冯茂送我，他出去打一阵过过瘾，要是能把我送出去，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冯茂，你乐意吗？哎，这个招好，你才是个好叔叔。行了，我送你出去。哎，到了京城，到家里你看看我妈，给我带个好啊。哎，好孩子，别说了。老爱卿，你们一老一小出城，我担心啊。你不似当年，人老不讲筋骨威能，怕你出闪错呀。万岁。打仗没有不伤人的，战死可算为国尽忠，怕死别当武将，臣愿以为国挺身走险。苗崇善点点头，这么办，请元帅商议商议。就这么找来高怀亮三个人开个军事会议，最后说石守信搬兵行不行啊？行，行可是行啊，朝中有兵缺将，怎么能到各地请几员大将到南唐解围呢？哎，赵匡胤呼啦想起个人，二位亲家，有一位老英雄能来，可救孤王脱险。谁呀？此人名冠宇宙，玉镇番邦，家住山西磁州火塘寨，姓杨名滚，不但杨滚杀伐骁勇，他的儿子也勇冠三军，只要杨滚到就能解寿州之危。高怀亮听完心里不好受喽，怎么了？杨滚是他养身之父啊，自己从小住在杨家，叫杨怀亮。因为杨滚呐、啊、有七个儿子，加上杨怀亮，大排行的排着老八。自从赵匡胤下河东收下杨怀亮，认祖归宗改姓高，再也没见着义父杨滚。数年来音信皆无，自己对不起火山王，想这叹了口气，
万岁呀、啊，你这话等于没说，我义父火山王要到寿州取林为善的人头，如探囊取物，盘中取果，但是他不能来呀，他的脾气万岁你不是不知道，他说过至死不保二祖，他保北汉王刘宠，刘宠为人心术不正，他虽然知道，但是他也不管刘宠，所以我说他不能保宋，咱们死活与人家无关。赵匡胤笑了，你这是其一不知其二啊，我和杨滚是忘年之交啊，想当初夏河东大战天汉山，我和杨滚打出交情，叫着投降他不降，又情面难却，他说我不保你也不打你，将来我娶个儿子可以保你，有用我杨家之术，万死不辞。我向火山王要凭证，他把走线铜锤赠给我，我姐姐玉带回赠给他，当初铜锤换玉带收下杨家将，至今他父子无心一信呢、啊、现在我君臣落难，该请杨家帮忙，纵然杨滚不来，杨继业和佘赛花能到前敌，也能解燃眉之急。高怀亮闻听大喜，哎呀万岁啊，要能请来杨家将，我求之不得，怎么请啊？赵匡胤说，派名武将拿着那柄走线铜锤到山西去请杨家人，找一个和杨家人熟的去为好。那么谁和杨家人熟呢？哎，想了半天呢，还是叫潘仁美请杨家好，由曹彬护送，石守信进京由冯茂护送，就这么叫来曹彬和潘仁美，赵匡胤千嘱咐万叮咛，二位将军呢、啊、此去山西路上多加小心，无论如何何时何要把火山王杨滚请来到前敌解围。潘仁美说，万岁放心吧，我去马到成功。说完要过走线铜锤，带过圣旨，当成半路到山西去请杨家将。